这个球，这个球打在右边门上，有没有？右边门上，有没有？右边门上。好的，那在这个时刻，也要正式来进行今天的开球仪式。三、二、一，请开球。掌声鼓励一下！嗨嗨嗨嗨嗨！好了，我们完美的传到了一垒之后，请莱恩将这一颗非常重要的球来交给国庆最亲爱的妈妈刘珊妹女士，掌声来欢迎我们刘妈妈。好，我们高妈妈请开球，投出这颗精彩好球。耶、yeah, 完美的好球，再次谢谢国庆呢，把他的成就和隐退舞台呢，要来跟我们的好战友们一起来分享。好，那在这个时候，也给最亲爱的妈妈一个深深的拥抱，非常可爱的画面哦。嗯，这个球，这个球打在右边门上，有没有？右边门上，有没有？右边门上啊！不会形成的高飞牺牲打三垒，也没有什么练习的状况，也这个球咬得这么扎实啊，这么远。